这个一直持续维持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地方需要三年的时间去慢慢整顿。好，对，三年，所以很需要大家提供意见。是，因为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社区居民呢，或者是公民的力量来投入整个设计。那不希望呢，上级就是不好意思说哪个单位啦，我们不希望上级用他们的想法把他 BOT 给拆团。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在招募志工，让志工的力量进来。那当我们公民的力量进来参与规划以后呢？我们当然可以主导整个方向啊，不要让政府来主导那个方向变成他要的那个方向，应该是符合这里的特色。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需要有多一点的志工来加入我。